没中。哈哈，没中，没中。哈哈，没中，没中。你真的很讨厌哎，因为对发票比我们三周年还重要啊。这也是庆祝的另外一种啊，这两个月才有一次的希望，刚好就在我们的三周年纪念日，你不觉得这很有意义吗？如果我们中了200块，我们可以就多吃一份排骨饭。如果中的是1000，那我们就可以去夜市吃牛排。可是吃夜市牛排，我们两个加起来也不到500啊。剩下的就存起来啊，这不就离我们65岁退休计划就更进一步了吗？嗯。我们中的如果是200万，甚至是1000万的话，我们可以买车子。我们的房贷可以省下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买房子，房贷就可以省下1000万，整整1000万。嗯，好，对，没中，没有，哈哈，没中，没中，哈哈，没中，没有。我想到了，我包包里还有。没中，没中。4000，4000！哇，4000块耶！嗯，4000块。我们夜市牛排可以吃几次？将近10餐。不对，我们应把全部存下来，这样离我们退休计划又更进一步了。